每一个男人买嘢翻屋企啊，都好似要过海关咁啊！申报咗未啊你？唉，唔好玩啦你！填表啦！特色 Hypercool 十二瓦加压双风扇散热系统 ，IPS 屏幕 ，DTS 推移 7.1。有咩用啊 ？IPS 屏幕咩角度望埋佢都系咁靓噶，再加埋呢个虚拟嘅 7.1 幻会立体声啊，睇剧真系会睇得爽啲噶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一阵睇坏我老婆仔只眼点算啊？傻啦，144Hz 5ms 反应时间，咁靓嘅画面，梗系俾我攞嚟打机啦！作死你啊！坐低，未问完啊 ？HyperCool 散热系统 ADC 自动除尘，系啊。煲晒成套韓劇都唔熱，攞吸塵機吸啊都好塵。美國軍用標準測試認證防震防撞啊，冇錯啊，佢點樣撞佢都唔會。有幾撞啊？既然咁好，就我用啦。啊？唔俾下，呢度我話事。記住11月11日或之前買 Tough Gaming FX505 Gaming Laptop， 仲送你一隻 mouse 同埋 headset 添。記得瞞住你老婆一齊買啦。仲有，我哋就香煎片，记得去睇埋佢啦。